云书写作文素材课，听完就会写作文。嗨，今天过得好吗？我们的课程又到了第七天喽。看到互动区分享的小作品就知道，你的写作水平又有了进步呢，真棒！要再接再厉哦。今天我挑选了两个小作品，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第一个小作品写的是妹妹想看电视而遭到妈妈的大声训斥的场景，我们来看看妈妈和妹妹的情绪是怎样的吧。不许看电视，回房背书去。又传来妈妈的大声呼喝，妹妹委屈地关掉了电视，双眼红红的。哎呀，这位妈妈可真凶啊，瞧她说话的语气，不许这个词儿就把妈妈的严厉写出来了，表现出一种命令的语气，让妹妹知道现在是绝对不能看电视的。然后这句话里还用了两个感叹号，更加强调了语气的强烈。值得注意的是，小作者没有用说这个字儿，而是用了大声呼喝，语气里传达出妈妈的生气，真是非常形象呢。再来看看妹妹听了是什么反应呢？委屈，双眼红红的。从这两个词儿能看出来，妹妹很不情愿，但是又不敢不听妈妈的话，因为妈妈已经生气了。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位妈妈真的很严厉哦。这位小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感叹号，又用了呼喝代替了说，再加上不许这个词儿，就把妈妈的生气和严厉写得很具体了，看来掌握得不错哦。来看看第二位小作者写的是什么呢？老师的病好了，老师又能给我们上课喽。同学们欣喜若狂，欢呼着跑过去，把田老师团团围住，问长问短，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原来是老师身体康复了，同学们再次见到老师回来上课，高兴得不得了。同样，这句话中也使用了两个感叹号，还用了语气词啦喽，把同学们见到老师时开心激动的心情写得非常形象，不仅有激动的声音，还有动作呢。跑过去，团团围住，问长问短，这几个动作描写就把同学们见到老师后欣喜若狂的样子写得非常具体。读完仿佛面前会出现一群孩子围着老师的情景呢。这篇小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说这个字儿，而是用欢呼来代替，我们就知道了说话者在此时的心情是欢乐愉快的。小作者用了标点语气词来表现说话的语气，又加入了动作，把说话者的心情状态描写得十分具体，真的很厉害哦。所以在写作时，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词，如啊、哈、拉、喽，或者不许、不要、又、总等等，来强调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啦，本周的课程也结束了。看到互动区分享的小作品，知道你正在活学活用，真替你感到高兴呢，要继续加油哦。我们明天见。